羡慕你。OK， 好，怪友上次有一个去老师家，对大家，对我应该不陌生了，因为我已经参加过很多次一班还有中班的活动。那我很高兴，就是说在人生进入中年期啊，竟然我们还可以重拾以前的友谊跟欢笑。那我最近都是大家知道我有 po 那个FB 318或者中班的讯息啊，我都常常会回到湖尾整理我那个老平房。那也是将来希望能够退休以后，落叶归根啊，能够这个在享受一下人生不同的境地啊。那个欢迎。如果有同学以后回到湖尾的话，如果我那个地方有好弄好的话，也欢迎大家一起来互相交流。感谢大家。好，来景富。老师、各位同学，我是杨景富啊，我在台塑企业上班，但是要声明一下，我没有在六亲，这个太多与你们相亲了，要澄清一下。然后今天我刚看了一下我们中班。大概来了十位同学，跟去年比起来是大的成长，但是以我们平常的机会来讲嘛，应该是还可以再增加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个活动还可以继续，然后中班会再增加，然后中一班的同学会更成功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董玉怡，目前在湖尾东仁国中教理化，我们中班的那个活动我也参加过两次，那今天等于是第三次参加同学会，那我希望呢往后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继续参加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宋怀勇，我现在是在台中县有安国小当老师，因为我教的小孩子小时候也比较不确诊，现在看到这么多，我很确诊。我是第一次参加，去年我们的那个家，他非常的热心，他找到我，所以呢，因为他这么热心，我也不好意思，所以我也以后尽量有时间会参加聚会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我是美惠，之前在新竹跟一些同学已经有碰面了，已经有碰面了，那欠很多东西。对，我见志愿长，刚刚没跟他，有一天突然就打电话就 call 来，就说因为我要吃白肉，就说我心里就想奇怪，那天在老师家就有吃到柚子啊，就有切白肉，没有切白肉，怎么会想说要吃白肉？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。结果订了一年还没到，然后我就去找那个巴拉贝啊，巴拉贝就说啊，我姐哭哦，已经搬不完了，搬不完了，我就说好，就搬给他。要在这里预告，如果要吃柚白柚的，每年的10月10号我都会去柚子国那里，他每年固定10月10号那天要他就会结，然后要的就是要自己去结，所以敬请期待啦，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啦，见到这么多一班的同学，那我们中班的也好好的凝聚起来，如果这样子势力更庞大。高兴看到大家，谢谢那个电视那个大家的那个安排。我跟我儿子一起回来，然后我跟他讲说我要参加那个国中的同学会，那他第一句话就问我，那为什么是国中？要么也是高中，因为对他们来讲的话，小学、国中大概没什么印象，他们最会有印象的大概就是高中。那我就跟他讲说。为什么是国中我也不知道，国中那时候我们大概有很多人一起住校，好事一起做，坏事一起做，所以大家的感情呢就比较好，
反而是高中那个我真的倒不行，记得几个，我记得最多的大概就是国中同学跟那个大学同学。啊，国中我记得了，当然有很多事情，不过我比较记得的就是很常去老师家，而且是晚上，然后回来的时候晚上的月亮蛮亮，那个是我比较记得的，对，那个事情。哦，逸春，逸春，中班，对，上，中班进来一起吃饭，现在在介绍中班的同学。那个老婆一起吧，老婆一起陪伴吧。好，金龙。大家，我好久也是没看到他，最后一次看到他应该是高三，我也是看到他。高三，在尹波西街啊。尹波西街的时候，对，那一次的时候嘛，哈，所以我才会记得。哈哈哈哈哈。他中午我是只有在中午。全都接受了。啊，这几天回来，碰过好多的同学，我们中班大概碰过两次，还是一次，还是几天晚上，我看到很多同学，大家在各个不同的行业。不过有一个大概是我比较羡慕，也是我妈妈最羡慕的。那天嘉勋去我家载我，然后去那个阿川那边，然后我妈就捧过来，过来以后我当然就介绍一下说，嘉勋是当老师的。然后我也跟他讲说，我同学当中有好多当老师的，有些人已经退休了。我妈妈又开始出来练我一遍，说：“哎，你为什么当初叫你在考老师，你为什么去？”那我就说，当初我的确有事情有去考，只是考错考场，所以我就没有上而已。不是故意的，我也是很羡慕当老师的。好，谢谢大家。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福才，我目前呢在淡水，新北市淡水的中泰国小，中华民国的中泰国小，那是一个很小的迷你山区的小学校。我们学校呢小朋友只有55、56位，好小的。可是在这去年以前呢，我是在一个3000多人的小的大学校来服务。那从去年暑假过后啊，就借调到那边。那今天很高兴啊，可以看到这么多同学啊和老师。以前啊，在 FB 上啊，看到我们中班的同学大概十几位，有些人啊，甚至是隐身幕后啊，他都不出声音。啊，刚看了伊的名，无看了伊的人，无看无听到伊的声。啊，今天啊来到这边才知道说，哇，原来这个一班啊，人员聚力啊这么够。那我们啊中班回去要好好加油了。我们俩要把大家都扣在一起啊，一起啊，来跟一般的同学好好做交流交流，互相交流。那今天来真的是非常高兴啊，能够啊来参加这个活动。虽然呢、我早上7点从台北下来，但是我觉得目前为止是有不虚此行啊，真的是非常高兴啊，希望这个活动能够继续办下去。不要像刚才主持人说的，70岁、80岁、90岁，再发生这种事情，那大家都会觉得可能会不大好。好，谢谢大家，那我就把麦克交给主持人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是张维秋，我在屏东县南京国小，那边是属于客家村的一所小学校。学生大概是目前剩下67位啊。屏东县政府规定是说，只要连续2年低于60个人数的话，就变成合法。那以后搞不好就没钱。那就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到屏东这边，我到屏东这边教书20多年。然后我一毕业就我第一年是先到那个桃园大溪，然后后来第二年就来大兴教高职了，后来之后就到屏东教，一样是高职教10年，然后来上一次就是上一次我们也一样在台中这边的时候会来，那时候已经到国小第二年，那时候就在四重溪的温泉国小，然后第3年就到现在的温泉国小，一直待在这边。
那中间有接调过县，屏东县政府，那真的很难得，十一年之后再次见面，啊，非常的开心啊！不好意思，今天早上因为我今年带毕业的学生哦，有三位小朋友是到台中市这边去读书啊，啊，他们这边见到的，那台中市这边的松山高中，他们国中也有。一样的，不好意思，没有没有没有。这边来读书啊，所以想说既然来这边的，所以就在那边。啊，因为迷路了，所以才这么慢才来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所以那班长，我们两个是中文班长。好几个啊？那你还没听啊？我记得你是班长。我们啦，中班目前，我就是说，警副啦，阿川啦，还有我们三个哈，要各司其职啦。那今年真的也很感谢警副非常用心，因为其实我偶尔我还是会有低潮哈，某些时候我还是会这样懒懒的。那今天算是给一班同学有个交代哈。不过还有努力的空间啦哈，谢谢一班的同学对我们中班不离不弃哈。因为这样组的。也写上去说，我们现在是永中中艺班同学会，所以现在合在一起叫中艺班哦。这个他穿到现在还没到，你看看哈。那干脆下次就拱他当个主办人好了。要负责到底哦。好了，就这样的，我们谢谢中班的同学啊，谢谢廖老师啊。老师有没有功课要交代？没有，他们自己会做。